那好，今天29号了，今天，哎呀，真快啊，到29号了啊！哎呀，今年的纽约天还是很热，阳光明媚啊，阳光明媚啊，亲爱的战友们，这是前两天啊，床上上床会友，上床开会，现在从床上啊，已经回到了咱们的这个。被人家说为一个小窝啊，小窝来了。哎呀，在纽约到处施工啊，这个地方充满了能量啊。为啥说呢？大家看看啊，昨天晚上在隔壁里面开了一个几百个人的聚会，几个组织都是世界上最牛叉的人。本来这是人家是这个会所啊，都是谈论每年的热点呐、经济啊，昨天就谈俩事儿啊，香港运动，还有上海会发生啥事儿，你会发生啥事儿呢？啊，所以说这什么，全世界的焦点都在香港，还有共产党和美国的关系，香港自贸区协议，美港关系。美台关系，美中关系震撼了世界，每个人都知道现在跟自己有关系了。看看这些欺民贼们，看看这些盗国贼们，看看这世界上的媒体，看看全世界所有人们的心声，谁能挡得住啊？亲爱的战友们，我得马上赶快洗澡，没时间了。洗澡，还赶快吃饭，还得开会，还得陪人吃饭。一切都是刚刚开始啊，战友们，一切都刚刚开始。